据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的消息，当地时间的28号，委内瑞拉政府下令禁止反对派领导人、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担任公职15年。这一年限呢，是委内瑞拉反腐法律规定的最长年限。今年1月23号，瓜伊多在反对党支持者集会上自封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。